好，来，我们现在要用 Sarsbody Graph Gumbo 的那一个作业来讨论 From Tree Chapter Three Consumer Mathematics Saving and Investment Credit and Debt。好，Section A，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type of saving？存款，fixed deposit saving 就是存款咯。D，Faiza 存了8000在 fixed deposit，这个是 P。然后它的 interest rate 是 R 等于0.033，然后 half year，所以它的 time 是二分之一，so 它要找它的 interest I 等于 PRT，so P 是8000，R 是0.033，T 是二分之一，所以我们在这边8000乘0.033乘一。132，所以它答案是132，所以132，答案是 B，132。第三题，Mr. Lau want to get a high return from a high risk investment，股票啦。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suitable for Mr. Lau？所以答案是 C，那一个 share。接着我们再来看 diagram state the selling price and down payment for smartphone。OK，down payment 200，然后一年3.88%，两年来还完。OK，然后他要买 smartphone，他 make the down payment using credit card。Balance paid in monthly installment. What is the total interest to be paid by Sunny？所以他的那个真正要给利息的东西是3650减掉200，所以它是3450，然后它的 R 呢是0.038，它 T 是两年，so 它的 I 等于 PRT，所以是34500.0382，所以我在这一边它是3450。乘0.038乘二，所以它答案呢是262.2，所以是2RM 262.20，那总共给的利息是这么多 C。好，接着我们看第五题，搬家刚买了一间屋子，这么多钱，用 cash。他卖的时候是这么多钱，总共的那些 charges 是这么多 ROI，所以他的那一个total return 会是等于620钱减掉380钱，再减掉42钱，所以我在这一边。它是620减380再减42，所以是198000198000。所以我的 ROI 呢是198000除它原本的本钱，这个是它 capital 380000，然后再乘以180000，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个是198380乘100，所以它答案会变成了52.18%，所以它答案是52.18% B。好，来我们进入 Section B 的，它叫我们 complete the table in the answer space by using the information below。FD 定期存款。哇，第二是 Islamic banking 了，current account 做生意，可以 overdraft 可以开支票了，saving account 普通存款，allow 给 check，所以这一个是属于 account 什么是 current account，OK，、okay. 然后 save money for certain period highest interest，所以这一个是属于 FD 定期存款。
saving can be withdrawn through our ATM， 可以通过 ATM 提款的，这个是 saving account 了。很好奇耶 ，Wadia account 不能够用 ATM 吗？然后 profit sharing 的话，这个就是 Wadia account。OK， 这个是 Wadia。好，所以它答案是这样。然后 high risk high return 就是风险又高，然后回酬又高的是股票了。OK。所以就是这样而已。然后 interest rate offered by 这一个是 P8 线，然后那些 Osman Gamma 存 Q 在他们 FD， 然后这一个每两个月 compound 一次，每六个月 compound 一次，每三个月 compound 一次，然后越长 compound 的就越多钱哦，所以 X 是最大的，接着 Z 是第二大， Y 是最小的，因为它半年恐慌一次而已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它的这一个这一边它的这一个我们有恐慌 every， 这一边它有 two months， 然后6 month 还有 3 month， 那么它的 N 呢是12除2等于6，这一个是12除6等于2，这一个是12除3等于4，这样，所以6次2次4次这样。 OK， 6次2次4次4次fill in the box， 所以它 compound 越多次，放的时间一样的话，我的那个 MV 等于 P 一加 R per N power NT， 当我的 N 增加的时候，我的 MV 会增加。所以在这边，这个 X 对两个月的是最多，接着 Z 对三个月的第二多，然后最少的就是 Y。好，接着第八题 ，calculate the total amount in Mr. Tan's saving account if he saved 这么多，这个是他的 P 啊，这个 R 是 0.05， 5% 是 0.05， 然后他的 time 是三个月，三个月是3/12月 ，OK， 所以他要的是 total amount， 所以我的 I 等于 PRT， 所以他是50000×0.05×3个月，所以我在这边50000×0.05×3个月拿到是7500，然后我的兜的呢就会是等于50000，这个不是3/12的，弄错了，这个是3/12625。OK， 625。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那这个就会变成了那个加625，所以它会变成50625，就是这样。好，接着 B。班苏拉亚呢，他投资了20000来买那个 share of a unit trust， 然后 same amount each month for 4 months to buy the share and her purchase price are as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然后他就是分开这样哦。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20千就20000，所以我的20千除以4次，所以每次是5000，所以它这一边是5000，然后5000，然后就5000，然后这一个5000块除1.85，就5000
除 1.85， 所以他拿到的是2702，所以这个是2702。然后过后呢，这一个快九，所以这一个是2631。OK， 因为他买不到2632张。OK， 2631。虽然讲如果进位它会变成二，可是他的钱，即使到这个2631.99都好，他都不够钱买多一张。OK。然后再来这一边，这一个是 2.05， 然后它这一个是 2439， 所以它这一个是 2439， 然后1.95块，2564，所以它总共买到多少呢？这些全部加上来了，所以我就有2702加2631加2439加2564，所以我拿到的是10336。10336，就是这样。Daniel 存这么多在他的 fixed deposit account， 所以这个是我的 P interest rate R%，然后 compound every 6 month， 所以他的 N 等于12除6等于两次，一年两次。然后这一个是他的利息，所以这一边这一个是他的利息 after 1 year， OK， 就 T 等于1，然后他叫我们找 R， 我们知道 MV 等于 P 加 P 挂弧一加 R per N power NT， 我的 MV 其实是那个什么东西来的，我的 MV 其实是我的 principal 再加上他的利息，所以我的 principal 加404等于 principal， 那个 principal 是多少？所以它 principal 是那个10000加404等于10000，一加 r 伯 n 是二，二乘一。所以我在这边我有10404除10000等于那个。一加 R 倍二 power 二，所以我的一加 R 倍二等于 square root of 这一个是 1.044， 我这一边这个除了它会变成 1.044， 所以我的 square root 1.044 的时候它拿到的是这样。 OK， 所以我的这一个 R 倍二呢会是把这个E翻过去减了，所以它变成 0.02176， 所以我的 R 呢会是等于 0.02176 乘2，所以它会变成这一个 0.0432， 所以它是 4.4%。 OK，4.4%， OK， 你看如果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试一下，就是说 MV 等于 P 然后一加 R 倍 N 括弧一加 0.044 倍2 power 2乘以2444404，那个是404，这我这边写错了，这个应该是404404，所以我的这一边我这一些都做错了。所以我的上面这一个是
1.04.404，所以是1.02。然后它这一个会变成0.02，然后变成0.04，然后它会变成48%，0.04就是48%。我把这个乘上去 ，OK。0.04呢，其实是4%，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是，1.02，好，就是这样。所以我刚刚的这一个，我改成0.4的话，这一个就会变成这样了，10404，对。好，接着下面这一边，他说用上面的 R， 就是说我的 R 是0.04，然后两年就是 T 等于2，它存这么多，就是我的 P 等于这一个 offer an R.2% 啊，0.042 啊 ，per annum every 3 months。所以我的 N 是12除3，一年4次，所以我的 MV 等于 P 一加 R per N power NT， 所以它这一个是16000一加0.042，它的 R 是4嘛，刚才在那边 R 等于4，所以 R.28% 等于4.28%。啊，好好笑啊！竟然有这样的东西啊！四，然后4×2，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那这一个是16000乘一加0.042 over 4，然后 power bar， 所以它会变成这样多。OK。所以它是 RM， 那个17394.44，所以它的 interest 呢，会是等于这一个17394.44减掉16000，所以是等于 RM 一。等一下，我在这边我有没有写错啊？所以它这一个是1394.44，对。好，来，接着这一边呢 ，NZ Jukifi 买了一辆车，这么多钱，他的 down payment 是18%，剩下的是拿卡轮。所以他的100%减掉18%，就是说他90%的 loan， 所以 P 呢是95000的90%，所以我在这一边它是95000乘0.9，90%是0.9，所以他其实跟银行借的钱是这么多，这一个是85500。然后 interest rate 是这一个，所以我的 R 等于0.032，然后它的 time 是5年，然后它要你找它的那个 money installment， 所以我的 A 等于 P 加 PRT， 所以是85500加85500，0.032，5年。所以我在这一边，它这一个就会变成85500加85500乘0.032乘5，然后它会变成这么多。好，99180。好，我的这个99180之后呢，我就可以找它的那个 monthly installment。就每个月要给多少钱，他现在用5年来还这么多钱吗？所以就是说我的这个99180年除5年，每年有12个月，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个是99180，然后5×12，所以它就会变成这么多。所以它的答案是 RM1653。好，就是这样。Mr. Lau 买了一间店，这么多钱，他给了这么多钱，然后剩下的跟loan跟银行借，然后一年是0.032%，然后他的 time 是30年，然后他每个月给这么多 ，OK， 所以他的这一个第一个月的利息是这么多，这个第一个月的利息是怎样的呢？就是我的这一个40000，它减掉了那个我的 P 呢是400000，减掉100000，所以是300000。所以我的这一个I 等于 PRT 的时候，它就是300000×0.032，然后一个月300000×0.032×112，然后800，就是这样来的。OK， 因为它一个月的时候。OK， 在这一边它的这一个它的 time 是一个月，一个月是112年，这样，然后它就这样多，然后它 每一期还多少钱，它每一期还这么多，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就是300800减掉1297.4，所以它变成这一个299502.6。第二个月的时候，这个299502.6×0.032×112，然后它是798，所以是798，所以它的这个加这个。所以它是299502.6×798.67，所以它会变成这么多。你看他还了这么多钱，他还了1200，可是什么800是利息，他真正还到本金的呢，才400多，接近500而已。OK。好，然后这一边我再减掉这一个什么1297.4，所以它就变成 RM299003.87。然后 How much interest does Mr. Lau have to pay for the first 2 months? Give your answer correct to 那个 RM。所以我的第一个月 total interest 第一个月是800，第二个月呢是它进位就799，所以是1599 RM1599 啊，这样 OK。 好，接着Bun City 买了1000 share unit of company AA 1.89块，然后2.5块卖掉 ，total amount 是 charge 是这样，还要找它的 ROI， 所以我的 capital gain 就是2.5块减1.89块，再乘以1000个 unit。所以我的这一个2.5×1.89，所以它是0.6亿。所以0.6亿的情况之下呢，
乘一千，所以是六百一十。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的 total return， OK， 总共赚的钱是610减掉31.84，所以我在这一边，减31.84，所以它答案是578。OK， 就578.16，所以我的 ROI 呢是578.16，除它1.89买1000 unit。So 1.89乘以1000 unit， 所以它是1890，再乘以100%，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个是我的 ROI。So 我的 ROI 这一边是578.16，1890乘100，所以它会变成这样。所以等于30.59%。Mr. Yu 呢，他得到租金和 capital gain from his her investment. State the type of investment of 这一个 ，OK， 马来文叫哈达纳，英文叫做 real estate。OK， 所以是哈达纳 real estate。OK。Estate, real estate. State the risk level and liquidity level of 这一个。So 它的 risk 呢是属于中等的，然后它的这一个 liquidity 是 low 的 ，OK。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属于那个 sederhana ，OK。然后英文它叫做 moderate， 然后这一个 liquidity 呢，它的那一个是属于 low 的，人的。好，就是这样。在这一边 ，the outstanding balance of Mr. Wong credit card 是150 ，minimum 58%，然后 minimum payments OK 是58%或者是50块，哪一个比较高就拿哪一个 ，OK calculate the minimum payment， 所以它的这一个1850的58%。所以这个是1850乘0.05，所以它这一个是92.5。OK， 92.50，它大过50，所以的答案是 RM 92.5。然后 ，If Mr. Wong does not make any payment within the interest fee period, two types of charges will be imposed.State the two types of 那个 charges， 它就是 finance charge 跟那个 late payment， OK， 好，所以它是 finance charge 跟 late payment charge， finance charge， 然后还有 late payment charge， OK。然后在马来文的情况之下呢，它的这一个是 charge 个网安，然后还有 charge 巴亚兰雷瓦，这样 ，OK。这一个 finance charge 呢是利息，就是说你。给 minimum payment 的情况之下，你还欠多少钱，你那个欠的多少钱都是要给利息。然后那个 late payment 呢是charge
via 那 lay what 那个是 late payment。late payment 的情况之下呢，它是属于charge via 那 lay what， 就是说你迟还，它就罚款，迟还的费用，这样哦，就是讲你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前还，你都要给这个。好，diagram show the price of computer 5800。discount 你 cash 的话，它 discount 400。然后，可是如果你是那个借的情况之下呢，你不用给头期，然后它的利息是400先，它用2年来还回，R 等于0.04，T 等于2，这个是 P。他们一个是 installment，一个是那个 cash。Money installment bid my 那一个 Nasdin，所以我的这一个呢，A 等于 P 加 PRT，所以 P 是5800加5800，然后0.042，所以它在这一边，它这个是5800加5800乘0.04乘二，所以它是。6000多，OK，买到来其实是6000多。所以他的 money installment 他用2年来还，OK，他用2年来还。所以他用2年来还的情况之下呢，他这一个就是这一个6264除2年，每年有12个月。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个是6264，2×12，所以我的答案是261。所以它答案是 RM 261，就是这样。好，然后 save compare with Nasdaq，它在这一边它5800，还有 discount 400，所以它的那个 cash price 呢？是5800减400，OK，在这一边，然后这样它的 cash price 呢，它其实是5400，然后它这一个它买了这么多，所以它省了多少呢？就是6264减5400。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是864，所以它答案是 RM 864，这样。好，就是这样了。So 那个 Sasbody 的这一份的第三课的练习，我们就讨论完了。